徐碧嘉昨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向女演员追债，标注了对方，还大大隻字写着免债还钱。虽然是写免债，但相信徐碧嘉的意思是指对方欠债。她的债仔是过往曾经来香港发展的马来西亚演员童斌旭。徐碧嘉贴出两人的对话，她连续两次指童斌旭是大话精，你呃了我的钱，香港人的钱，除非你将钱还给我，如果不是我就告到底。我们向徐碧嘉了解，她表示多谢关心，因为交了给律师处理，所以不能够透露太多，但都问到对方在工作上定是私人上同他有钱银纠纷，他就说是工作上。徐碧嘉说两个人在2014年认识，早前再有合作，但是因为作品未出街，所以不方便透露详情。